每个媒体有四分钟的时间，这四分钟的时间是包含提问跟回答的，但是不限一题，并不是说我问一分钟回答三分钟，问两分钟回答两，不是这样子。那如果问题跟回答都可以简洁扼要的话，他可以超过一题，或者是他可以追问，那基本上总的是四分钟。管主委您好，陈主委您好，我是民报的记者陈文蔚。是这样子的，就是有关于在农业加值的部分，一直是一些农业团体还有一些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但他们主要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说，有可能就像那个陈主委刚刚举的例子，是有关于那个花生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条文里面有规定，就是说你如果在原料如果在示范区里面加工的话，是有一定的比例是可以内销的。但是他们会担心说，就是如果是非管制的，对非管制的才可以。对，那如果说这个部分的加工品如果进到台湾来，进到国内的市场来的时候，我们主管单位怎么样去控制它的原料的比重？可能是它有可能是采购国外比较低的价格的原料，对，那我们如何去管控说你在采购国外的原料的时候，你不会排挤到本身就是国内原料的使用，比如说花生酱，比如说番茄。我想请问，如果你去国外买的话，它的花生酱有买到我们的这个花生吗？但是它在比例上面，就是说你在比较价格的时候，国外的原料比较便宜，它可能会是国外采购。对，你去国外买花生酱的时候，它全部是用国外的原料，所以这一块有可能它会用到我们的原料，有可能。但是你在国外买花生酱的时候，是台湾一点原料都沾不上边，所以我们自由新市场去做这个例子的加工，反而是有机会。所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大家愿意到国外去买花生酱，不愿意到台湾做的花生酱来消费，而且它的税全部都加关税，加所有的营业税都加进来，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业者。那我们现在的业者在这样不做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进口3000-4000吨的花生酱，这个大家可能都不晓得，所以这一点我是。谢谢你进一步的说明。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一些学者有担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原料的比例，就是说，因为他们比较担心，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变成商品挂上 MIT 的标志，那可能里面的东西就变成 maybe 原料不是 MIT 的原料。maybe 我会的花生酱，它万一如果变成说，它采购的是别的，它是如果在加工区里面生产，那它可能采用国外的原料，那变成说它是一个假的 MIT，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防止这些状况的发生 ？MIT 它有一定的标准，我们台湾从来没有充分的原物料都是 MIT。我举中草药、感冒药的例子，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的原料，但是出去都是 MIT。所以这个部分，农产品的部分，我们有我们原料的特色，当然我们会用到我们的原料，但是我们的原料，他常在讲说钱价都不高啊，那我可怜可以这打工。我们自己台湾国内国产的原料，其实做加工的非常少。我们举茶叶的例子啊，我们自己生产14000吨，我们进口30000吨，为什么进口那么多？大家在喝的这个饮料茶。瓶缸茶全部都是进口茶叶啊，那你说好这一块都不要进口，那这个市场包括我们内外销，我们销新加坡销牛澳很多这一类的加工品。最后我要用一个例子，如果是用这种逻辑的话，像美国的 Starbucks 就不会存在，瑞士的巧克力也不会存在，因为它都没有用到它在地的原料。台湾是不是要开始提升到这一个位阶？我想大家都很期待。所以我帮整理一下，就是说，就是刚刚讲意思是 ，MIT 其实本来就跟它的原料从哪里来没有必然的关系嘛。它有一定的规范。对，但是刚刚主委提到一个，就是说，它应该是不能够保证在自贸区里面它的来源都一定是国内来的原料，但是因为区位的关系，希望它吸引它，因为区位的关系，多用使用一些有比较近的台湾的原料，这样子。像我们的米果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优势，它一进到台湾来，它就是用我们。国产的米，因为它运输、储存都很方便，是这个都是可能的。OK， 谢谢诸位，管诸位、陈诸位。
理解没有错误，因为想说我回去如果写报写一些文案以后，我想避免一些误解。因为在刚才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一开始其实政府它是用制度松绑，那它就会制造一些吸引力，所以外商有可能入驻。那在入驻以后，外商可能会进行两种行为，一种是它可能在它的原物料可能都是从台湾或者是国际进来，那它的东西有可能是内销，也有可能是外销。那在刚刚内销的时候，刚才其实管助有提到，或陈主委也有提到说，其实内销这部分就代表说，这些东西本身台湾就已经有需求了，所以它的内销部分其实就已经是跟台湾原本，因为这是原本就已经会进行的一个消费行为。那第二个的话，如果是外销的话，等于是说台湾的吸引力是说，它开放的制度，所以是说它可能部分是原本禁止的，变成是可以制造，或者是说台湾的技术，因为刚才有提到是技术加工部分，所以会是以这两点去吸引外商进驻。因为刚才我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台湾的吸引力是什么，因为这一块好像没有很清楚的去直接具体的列出来，所以我猜测的话，可能是这两点，就是原本禁止的变可以。那第二个是台湾的技术优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等于说如果外商进驻以后，那在技术加工方面可能就会造成说台湾里面的就业市场有可能就会增加，所以整个理解的一个模型大概是这样。请问我错误吗？还是说我理解哪部分有错？讲的都对，我就补充一些。刚刚您提到说我们讲这些优势讲的不够完整，我刚举智慧物流上面的话，我刚提到我们地理区位，跟我们刚举那个汽车的例子可以看到，它跟我们本身的制造有关，就是我们本身的制造业上的优势，让我们这个物流刚刚讲的汽车的组装加工再出口的这事情，让它变成可能，所以它不仅仅是有区位上的优势，它也有我们在制造业上的优势。那我们在示范区推的几个重点活动中间，还包括了像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完全就是利用我们台湾有本身有大量的资金，因为台湾本身的经济的程度，还有台湾这么多年的高等教育培育出来的大量的金融专业人才，现在有一些到了海外，我们希望这些人，我们的金融人才，或者不要再继续往外流失，或者流失到外了，因为我们现在业务开放，它可以回来，所以人才是我们在金融服务上的优势。国际医疗上也是因为我们在地理区位，加上我们在医疗技术上的优势。然后在农业价值上面，刚刚宝鸡主委特别提到了，很多我们一直都自豪我们的农业技术，所以完全没有理由我们把这东西放掉。那所以这上面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示范区中间可以带来的。我这边有两个人提问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在第十三条里面他有说，只要经过中央的事业部地主管机关直辖市选定的区域，就可以去申请资金区。然后再来呢，在第七条里面呢，他提到说，管理或开发管理之必要，可以设置基金，而且这个基金的设置可以具有自偿性为原则。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华民国许多的基金都写说具有自偿性为原则，但事实上不能这个基金去借贷。然后他后来虽然说他基金的来源是要由示范区的管理费过来，但是在第八条的管理费呢，他却没有规定说他管理费一定要放到基金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地方政府他可以先去申请一个自由经济区，然后拿来申请一个基金，然后就可以不断拿这个基金去跟银行借钱，然后变成一个前科，而且这个东西不受地方政府的举债上限限制。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在第十九条里面，他提到呢，那个办理或拨用各该出售公有不动产机关这个东西呢，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条限制。那土地法第二十五条是什么呢？它土地法第二十五条讲的是地方的，站起来。土地法第二十五条讲的是，如果要出售公有土地的话，需要受到议会的同意。那结果就是在资金区里面，只要出售土地，都不用经过地方的议会同意，就可以出售了。那接下来的问题由我们的同事再继续提问。对，我们先回答这两个问题啊，因为可能不见得会有时间。请问一下，最后时间还没到，请问主持人是否可以让我们把司法问题问？不行，因为是回答跟提问同样用四分钟，所以如果你们要冒风险，是如果你要继续问，可能没有时间回答，就要跳下一个媒体了。我们认为的话，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问题给抛出来。哦，我们那边问题，那请问。好，那这边的话。
后我们刚刚一直看到管局委一直说我们会提供那个立法院那个备查机制，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备查这个意思是说一个法案或一个行政命令送到立法院，经过3个月后若未审议就会直接生效。那这样的话怎么说我们的立法权有一个好好的监督的机制？那再来的话，第四个问题是有关于高等教育的问题。那就在我们的这个自治区的条款之中，它其实排除了所有目前现行的教育法规。那针对于这些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就称为说尊重国会这个国外的这个学校的现况。那包括现在它可以自由处理营收、贩卖土地、不动产，也包括要求学校设立，不要求学校设立校务会议，也不需要进行正式的校长遴选。那理由是排除这些是过去的规范已经太多。那我们想要知道说，排除了这些所有学校的监督机制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确立这个办学是一个有效机制？更何况很多这个学程以及这个课程的这个设立都已经是这个。都已经是这个现在既有在进行合作，为什么要用自治区的条例来这个进行所谓的高教加持？谢谢。那对不起，各位，不好意思，主任，因为时间应该已经到了，对不对？不好意思，那我还请之后这个国发会这边在网络上面，请承诺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稍微答，如果没有回答，我们一定会承诺。其实我们有些东西，如果我们可以努力，我遵守，真的会来不及。但我为这个媒体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就是基金有没有可能被滥用，地方政府有可能滥用基金去接待的问题。他会先申请，是进去，然后再对滥用他去接待，再来滥用他的，是就没有结果。没有，我们整理一下而已。那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会地方政府卖公有财产不需要经过议会的这个部分？对。第三个是有关备查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受到立法院的监督，在程序上到底做不做得到？第四个是学校的这个程序，在一些监督的程序或者学校校务遴选的程序上面，是不是这个开放有没有其道理，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关于这四个问题，我们再请主办单位事后我们在网络上面一定要做回答，这样子。两位主委好，呼叫政府这边提问。我想其实我们回到最基本的东西，其实我们这样的示范区的想象有一点想走向是希望能够面对国际，然后两位主委也提到说他会把国际的这个资金还有国际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带进来。那我的问题在于是说，在规划这个示范区之前，我们有做过相关的评估，说包括就是说在国际招商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状况上面，我们有做一些相关的评估，说真的可以有这么好的效益吗？因为之前像说我们之前提 APFA 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说这些资金的从中国的这些资源相关的东西可以来提升台湾的经济，但是事实上看起来的结果其实是并不如预期。那示范区会不会有同样的状况呢？首先，任何的改革或开放的空间，我们当然都希望可以创造这个好的效果。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我们同时面对的国际环境也不停的在变化。当我们在最初在示范区的时候，大陆还没有所谓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所以我们时不时我们都会碰到新的竞争跟挑战。所以我们的评估是希望，我们为什么希望这边越快就是希望我们相对于别的国家会有一些优越条件。但为什么过去这些年来到台湾的投资越来越少，甚至我们的民间投资、外人直接投资的成长都变成负的？原因就是我们太多的法规限制。所以我们当初的评估就是我们能够适当的拿掉一些限制。所以大家刚注意到我讲的几乎都在讲法规松绑，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事情以后创造别人来的诱因。但是我也很坦白跟大家报告，假设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法规松绑，别人还不来，那就表示我们的条件还是不如别人，我们开放程度还不够。这有没有可能发生？我跟大家报告是有可能，因为别的国家虎视眈眈，也想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把人家吸过去。这也是为什么很急的说这东西要赶快通过，至少让我们有点基础和别人一起竞争。好，延伸到这个地方，既然有这么多竞争，在台湾附近的几个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地方都有类似的示范区在出来。那尤其是上海的这个自贸区也已经开始开放了，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竞争？同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之前的时候，在韩国他们有自己的这种示范区，结果有失败的例子。我们在这个上面来说的话，我们自己怎么做评估？好，这个讲得非常好。首先，在上海那边，他比如说他现在很强调是在金融，因为他在金融市场上的管制非常多，所以他那边放松就会觉得很大。但是我们有什么条件？我刚刚跟
回答，忘掉刚是哪一位，我强调我们什么是我们台湾优势的时候，我们要竞争就是用台湾的优势，这些优势就我刚刚举例，包括区位在人才上，在金融人才上，医疗资源上，农业技术上，这些优势所有的国际竞争一定是用自己的优势和别人竞争。刚刚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韩国跟我们的做法不太一样。韩国像它那个，它是比较传统开发区的概念，就它在仁川是建筑大量的投资，盖大楼，填海造地。它的东西不成功，就是它吸引外资非常非常不成功。事实上，那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都是靠大量的投入金钱，就必然会创造投资。我们事实上是评估过，在现有台湾的环境，台湾已经开发这么多年，不需要再走那条路。为什么选择是用法规松绑，希望创造优越的条件？所以这是跟韩国做法不一样的地方。OK， 谢谢。那可能外界就会质疑，为什么野生的观赏鱼可以进口，那野生的观赏鸟不可以？就那个标准是在哪儿？谢谢。我想我们的野生动物保育法限制非常严格，它包括申请、进口跟用途都限制。新加坡是不一样，新加坡这一方面都没有限制，它是一个自由。我们现在虽然这样松绑，只是跟新加坡一样。那至于鸟类，因为它的鸟类的这个管理与这个观赏水族动物的管理还难，因为观赏水族动物只要它离开水，它就没有办法存活，而且这一些东西我们用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定跟界限来管制它，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两位主委。好，那刚刚有关于你们提到有关空白授权的问题，其实我昨天在看了一下自由经济示范区的那个条例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它是允许你们原本设定的机关，比如说第一类示范事业这个部分，那在第九条里面就有说到，它是以主管机关审定是什么可以作为自由经济示范区的示范事业。那么原本规定是四个事业，就是医疗嘛，然后教育、物流跟另外一个是那个农业嘛，对不对？那后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有说嘛，因为金融的产业原本没有在规划里面，后来他们要求就把它纳入在里面了。那是不是在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就是什么产业可以进到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因为我们觉得啊，在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有很多的免税跟租税优惠，那所什么产业可以进去是政府来决定。那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很大型的，像以前一样促产条例一样，所有的产业都希望进去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享受这样的租税优惠，然后那个，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政府回答一下，说到底什么样的产业是可以进去示范区里面，什么样的产业是不可以进去示范区里面，是不是有正负面的表列？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请问的是，现在的投资管理条例里面有一些对于外人跟大陆投资，就是你们刚刚说的，是经济部的投审会是设定规范的。那这些规范是不是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这些投资也同样适用？如果不同样适用的话，那你们的法规松绑怎么样吸引其他人来投资台湾的产业呢？我先说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说会不会开放太多，是什么东西可以进，什么东西不能够那个进到示范区。我们现在规划的东西，严格讲，我们并不是针对说什么产业可以进来规范。我们讲的那个五种重点产业活动，是我们希望当作重点在推动。但是这上面呢，并不会出现像您刚才提到说，因为租税条件的变化，然后引起的这种什么大家都想跑进来。请大家想想看，第一项的租税是本来就自贸港区就有，那个东西就只适用在自贸港区货物进出，那是第一项，就是。而且大家看那项都要注意到，那是针对外国货主。第二项东西呢是外国的，就是本来就是我们的台商在海外，他的盈余回台湾，做实质投资，他才享有他那个投资的金额的部分，他是免零所税，但他还是要负担最低税负。这上面的话，不管他做什么东西，其实它并不会产生说，刚刚您提到说，好像进来就会出现了什么样，就因为租税上优惠，他这些人本来在海外他赚了钱，他根本不回台湾来，因为他不愿意先付那17%的税。我们现在是用这个诱因让他愿意回来，而且回来不是说你把钱汇进来你就有优惠，而是你回来以后经过经济部审核，你就算不算实质投资，
你有没有建厂？建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这些条件之下，它才会有这样的。诸位，就是因为你们希望这些资金或者这些设备是投资在有一些有关建厂的设备，那是不是国内的有一些它原本就在国内经营的产业，那如果在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同样享受同样的用同样的手段在里面投资？那是不是也可以适用免租税的优惠？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是，其实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不只是资金回来，就是如果投资新的设备，或是利用，或者是如果我请外国来，那部分完全没有，只有讲那个钱汇进来的，只有那部分汇进来的，只有新的进来才有。那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好，如果这些资金回来的投资，那投资在我们国内的产业，是不是还有产业比的限制？还是所有的产业都可以投资？可以，都可以，只要是。所以如果有今天有外国的资源想要进来投资汉翔产业，我们的国防产业，它也可以吗？没有，他所有要进来投资什么东西，那些业别是现有的规定全部都要办。那说的可以是在现有法规之下，他可以做，他可以做的。对，那所以主委，这就违反你刚刚说的法规松绑，因为这个地方法规并没有松绑啊。你原本是要有这个澄清，懂我意思吗？我们说做法规，我并不是说所有法规我都松绑啊。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没有那么多嘛。除了租税优惠之外，所以主委稍微描述一下法规松绑在哪些部分？像刚稍微描述一下，像国际医疗的，那还有白领人士进来，我们在物流上面，我们做的一些那个光流上的改革，这些都是法规松绑，我们没有办法所有法规，但并没有在项目上做松绑，因为你的意思应该是做项目上。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他投资的项目是不是，因为在现状的情况底下，投审会他是可以。审定可以投资哪些产业，哪些产业？可是条例里面其实并没有写。那我们害怕的是照现有规定。对，我们害怕的就是在现状情况底下，是不是他原本不可以投资的？那他既然新的，透过原来不可以的还是不可以？我们松绑的不是在这个上面。好，谢谢。OK， 谢谢。两位主委好，我想问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刚刚一直在谈的是说，这个资金区它的目的是要松绑法规。那我们之前跟管主委这边聊过，也是说，就是这是台湾整个经济发展，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阻碍，需要赶快剔除。那在资金区里面，用比较快的方式，不要透过立法程序，尽快让一些实验可以进行。那我想要问的是说，这个开放的项目，然后开放的程度，它的评估是怎么来的？是有专业的智库在做这些评估吗？还是由国发会这边的内部的办公室的同仁在做评估？那所有这些评估之后的这些结果，我们要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那这个延伸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说，因为像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其实就是我们绕过立法院这边的作为一个民意代表的机关，它的失能，我们直接在这边就是由政府机关跟网络上面这些民众们来对话。但是这一次对话之后，我相信还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而且资金区如果它开始真的开放，然后开始有些实验之后，一定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讨论。那我想要问的是说，那下一个阶段的开放会是什么样？有现在已经有规划了吗？会开往哪个方向去做开放？然后接下来如果一般民众还是有问题的话，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透过网络或者是透过公开的形式来询问政府官员的这个形式，会不会是一个经常性发生的一个形式？大家讲。好，谢谢于你。那个，我这边说一下，我们示范区当初讨论出来，首先我们先确定方向。其实我们先检视了过去，其他地区在这种特区开发上失败的例子。当时我们其实也体验到，其实台湾对开放这件事情并不是有共识。如果都有共识，今天就有很多争议就是会发生。所以我们当初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希望能够减少争议，也让它真的产生某些示范作用。那至于说我们提到的一些重点产业，严格讲，我们在法规松绑上是一个普遍性，就希望有各种产业，他觉得因为你的松绑，他觉得来这边有存活空间，希望他可以进来。但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些重点产业，这个东西也不完全是我们国发会关了的，尤其是跟各部会讨论，各部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越都进入到松绑，一定要部会同意，觉得这事情是可以松绑，对国内产生冲击，不会太大，又值得作为尝试。所以今天我提出五种重点产业，都是和我们部会同仁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然后刚刚您提到说，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对话，当然过去是没有，我们也提到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尝试。也在讲，我们其实国发会并不是只在做这件事儿，我们还有做别的规划。但是所谓下一步的开放，严格讲，我们今天先看示范区可以到什么程度。
因为谈不上我们对特别条例能不能通过。代表这样的澄清，并不是我们就排除了立，我们没有跳过立法，只是用特别条例的方式在推动。但是这个特别条例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受阻于立法院，能不能在立法院通过，其实是由立法院决定。如果立法院可以通过以后，那当然未来在下一步，如果隔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这个开放接受程度高，我们会继续跟其他部会同仁讨论，看是不是还有别的行业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开放，那我可以纳入未来的修正，这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我们会持续来看。那个报警代表刚刚有，然后也新另外一个问题，请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就是开放电视机构跟各部会的讨论，那它有一个回应的标准。它是回应，比如说 GDP 的成长，或者是说某些东西它是可以增加大量的就业的。其实我们这边是看了一个着眼点啊，包括我们中间法条中间，包括开放那30的那个投资跟组织形态，包括我们尝试教育创新。其实很多都是参考外国自贸协定，因为我们提到我们希望它作为一个准备工作，就是加入区域经贸协定，跟我们国内对这种开放法的松绑还不是已经有共识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就在为这个事情做准备。因为像国内的三 C 以前是绝对不能碰的东西，我们这里也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的部会也跟相关的协会做了很多沟通，他们才同意说作为一个区域内小规模的尝试，所以我们从主要是从法规松绑可以达成的效益的角度上去看，有点像是个 FTA 的试行区的概念，有点是这样。对，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试行区的效果好，那就也许阻力比较小。而且我这边可能很快澄清一点，就今天大家讲的事情，常常就当大家问说你可以带进多少投资，创造多少机遇，这个传统还是传统的特区开发区的概念。可你看，我们刚刚强调重点，一直在强调我们在尝试都是在法规松绑，而且我们认为说，如果法规松绑做到某个程度，人家还不愿意来，那就表示我们还是太落后，我们自以为松绑的其实还不够松绑，所以还需要改进。诸位好，环境资讯协会的环境资讯中心彭瑞祥发问，主要是昨天其实就有环保团体召开记者会，在从环境层面谈这个自行区的问题。那大概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自金区的成立，其实是架空国土计划体制的问题。例如说，行政院由行政院核定自金区之后的内政部的都委会或是区委会，他们做的都市计划，是不是就不得不配合办理，或是后续的环评要做环境影响评估的那个对照表的时候，也不得不配合行政院的意思办理，这事实上会走回到以前工商综合区让这个体制混乱的角度啊。那第二个问题是，刚卧草有问到这个让地方政府有更方便的管道出卖国有地的问题。第三个是整个自金区的用意跟规划，其实跟现在国际的潮流走绿色经济的趋势，其实是背道而驰。绿色经济就希望说我们能够不要走过去把补贴水电的这种老路，用补贴水电来扶植大财团的老路，而且是希望能够让外部的成本、环境的成本内部化，这样子才不会变成是牺牲环境的共有财来造就少数的财团。那么像刚刚陈主委提到的星巴克的问题，其实就常常被拿来诟病是剥削环境跟剥削咖啡农的这个经典案例。那我们也要走这样的老路吗？谢谢。那谢谢这个问题，我先针对刚提到绿色经济，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什么走回头路。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示范区推的重点的活动中间，第一个，你看我们整个事情是一再强调是法规松绑。我们在推的重点从是以服务业为主，其实物流是服务业，金融是服务业，国际医疗是服务，然后教育中心都是服务，所以而且我们中间也强调政府不投入资源，所以根本没有什么透过补贴提供赋税的减免。我刚提到赋税那个东西，那都是本来就有的东西，所以是赋税已经几乎是到minimum，几乎等于是没有的，并不是说我今天说台湾现在有某一块税，我把赋税砍掉，让别人才愿意来，没有，是你一定要带新的来，你才享有这种让我们可以在国际租税竞争上，所以这个不是走回头路。刚您提到的这个有关土地环评，就是这个这上面我们请我们同仁来回答，就是内政部的，对，我们请内政部同仁说。让我简单的回复一下，就是虽然条例13条有所谓的行政院核定这个所谓自金区的计划，
但是各位如果仔细看田特别条例14条以后15、16、17，现行的都计划区计划环评的机制都还是要进行，并没有说因为有13条的核定，它就排除了现行计划的申请。我做这样的补充一下。不好意思，再追问。那意思就是说，对不起，对，因为时间已经到，但是刚刚应该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不好意思，我们先让这个，我们只能先让诸位把，因为总共三个问题嘛，刚刚我们有三个问题，目前回了两个，都跟土地有关，第二个是现实。对，还有一个是卧槽，刚刚有提出同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地方政府那个贱卖国有土地的问题，这部分我们简单扼要回复一下好吗？那其实基本上来讲土地法刚刚提到的土地法25条这个部分哈，它只是说地方的一个公有土地哦，如果说要出售的话要经过当地这个民意机关的一个同意啦哈。那不受土地法25条的限制的话，那它其实不用受到议会的这个同意，那也不用报行政院去核准，但是它出售的条件它其实一样，那要用市价，要用市价来处理。那基本上其实在这个示范区里面它一旦这个如果说照市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出售之后，然后这个厂商日后如果说对于这个它的一个使用或者是以后它的一个出售，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条例里面它也有另外做一些规范的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还好哈，这个部分应该是还好。是您的意思说条件跟现状是一样，但确定有一点就是地方议会确实不能再否决这件事情了，对不对？它是不用受到25条的一个限制，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它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假设是地方它愿意要地方愿意要来设置的话，那基本上地方应该会同意啊。对，但这其实是不一定，但就是我了解您的意思，基本上 OK， 我想回答已经 OK， 我们了解。那个两位主委好，我是环境平网的编辑苏湘云。那我的问题是想要是关于就是教育的这个部分。那刚刚主委有提到说，就是国外的这些名校如果来台湾设分校的话，其实重点就是一个增加竞争力。那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不应该是，就是你受过高等教育就不一定等同你就是有一个竞争力，因为可能很多你受过国外教育的回来，他们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那或许可能更重点应该是在如何提升，就是我们本身的学生他们要如何找到他们适合自己的一个未来的置业或者是因材施教这个部分，或许又更为重要。那刚刚就是那个呼叫政府有提到，就是说南韩在自由经济贸易区的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例子。那我也是想特别问，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在松岛这个地方设了一个就是国际大学区，也就是台湾未来可能会有的区域。可是那因为南韩就是有一个少子化的现象，那台湾其实少子化的现象也是非常的严重。那如果未来他们这一些学校要进到台湾，那面临就是台湾并没有那么多的学生的一个基本的学生来源的缺乏的话，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应对的一个策略？谢谢。好，谢谢。我先针对刚刚竞争力，我强调的是，首先我刚刚已经说过，其实设分校是很贵，多半人家是不会有来设分校，但是设某个学院，而且我们认为是像这种经管学院是比较可能，因为它投入相对低，什么医学院那是不太可能，就是理学工学院。但是呢，这上面来我们强调说，如果他真的会进来，如果是好的，他一定会给我们学校增加。我讲的竞争力是增加学校竞争力，学校竞争力中有很多面向，也包括他怎么样去训练学生。所以我们讲的竞争力是指学校，不是指学生本身。但是一个学校如果它可以更好，它可以更贴近社会，训练学生，它更能够学用结合，那是不同的学校它的不同的 program 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希望引进这样子的东西，包括法规松绑本身，它能够创造就是在这种学校教育制度上面的活力。事实上，我们当初这个东西提出来，国内已经许多的大学非常有兴趣，它有兴趣，因为我们现在国内本身大学受到很多的法规的限制。不管在老师的授课，老师能够做什么事情，学生连收多少学生，收多少学费，上多少课，全部都是严格限制。他们就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话，在跟国外的学校合作，能够创造一些不同的教育上的模式。如果这上面可以成功，甚至就会反过来带回来正面的效果，影响国内学校。我认为长期来看，对我们的教育是有利的。那您提到这个韩国松岛的例子，这个少子化，其实这上面的例子，第一个。如果今天对台湾的少子化
情况其实更严重。我们现在人口降低的这些情况，包括我们预计到不仅少子化，还加上老龄化，所以这上面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算我们今天在提供教育上这样子的松绑，很可能人家不会愿意来。所以他们要如果来，一定是会看中的，绝对不只是在看台湾市场而已。就说就像你想，他们很多外国学校在新加坡设 campus 或设某种 program 的着眼点，绝对不是在看新加坡那600万的人，就是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亚洲人才的一个 hub， 中间他可以去衔接面对亚洲附近邻近的国家。同样，我们这上面如果可以起来，台湾的少子化不应该会成为阻碍，反而是因为我们开放，让它成为可以面向一个亚洲的一个教育基地，那才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重点是吸引外国人。